仨人准是岳云鹏的粉丝啊。嗯，就拿完钱了，馆长走了啊。跑跑跑！下回我告诉黄牛不卖你票。嗨，就指着黄牛呢，是怎么的？快12点了，可不是吗？得让人回家，该睡了啊！国家开放三胎啊，有什么关系呀？这个不重要啊。刚才是岳云鹏跟孙越，是让他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换上我们老哥俩来。那这是第三次上台了。新年新气象，是以后不说的话不说。行啊，压根儿就别说了啊。那好，算我没说啊。愿意跟谦哥在一块儿合作吗？真的啊，这后台我最好的朋友有俩。哦，一个是谦哥，那肯定有我。一个是高峰。哦，还有老高。这俩坏蛋说在的。怎么成坏蛋了？真的啊！你们老以为郭德纲还欺负人了，这个那个了。嗯，你们是不了解真实情况。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呀？这俩人欺负我半辈子。您这有点过了。你看，列位您评评理啊！啊，老高比我们小几岁，是我比他小4岁。哎，啊，按说来说这是老大哥。对呀，他得疼我们俩人。我就这么做的呀。但是他把我跳过去，他跟高峰。私交更好一些。嗨，我们俩住得近，接触得多，打小都这么大的时候在一块儿啊。嗯，小朋友边边大的时候，这俩人天天算计我。我们怎么算？我印象特别的深。你说说。就有一年冬天，嗯，我先跟各位坦白啊，嗯，我也上过学，但是沾什么数学呀，啊，什么就这个，我实在是不灵。哦，数学不好，语文还行。哦，啊，要不前些日有记者问我什么时候你们上市，把我气的呀。啊，我要识数我还干这个。上不了市了。上不了市啊。 啊打小也是如此。嗯，啊，对数学不爱。这俩人诚心问我呀。啊，哎，1486万乘以2597.4等于多少？还点四。那我也实在，我还跟人算的，还掰扯。这手指头就能掰扯过来，那能掰扯得了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嗯，俩人乐坏了。啊，罚你。怎么罚呀？罚你喝水。哦，喝点水。吃面那大花碗。啊，温水，让我喝。嗯，咱倒是认头。那是吗？没算上来呗。啊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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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喝一大碗，愿赌服输。俩人又问我，嗯，刚才那个数减去一等于多少？这好算。嗯，算不知道。那是不知道。喝水。再喝大碗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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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一碗。我又喝了。嗯，啊，刚才那数乘以6等于多少？老是刚才那数。倒水吧给我啊。啊，那可不是倒水吗？噔噔噔噔，小孩这么大的花碗一喝，喝了4-5碗。嗯，这俩人乐的都不行了。那是啊，咱出去跑会儿吧。就我还跑得动吗？一肚子水，那可不呗。嗯，啊，出去吧，站在门口站这儿，好家伙，一晃动，肺叶子都飘起来了。好，这喝的呀，这俩人乐得不行了啊，俩坏蛋，编排人啊，俩人站院里，他俩玩的挺高兴。嗯，正是冬天，啊，他俩人也逗，你敢舔这铁门吗？我就站在台阶儿，离老远，我看他俩啊，这俩人不带你玩。我们俩比赛舔铁门，不带你玩啊！哎，于谦一伸舌子啊，啊，舔大铁门，有点生活常识您就知道了。嗯，啊，就粘上了。高峰乐坏了，他也瞧我笑话。你那么舔，一定会粘上，是吧？那应该怎么舔呢？你看我这个啊，来，他也粘上了，俩人都粘上了。是 啊，哎，真害怕了，那是拔不下来呀。嗯，我其实就是害怕。嗯，跑又不合适，那都是哥们儿，你俩人跟那叫唤，我赶紧过来，啊，我这怎么办？嗯，怎么办？啊，我这怎么弄？他俩人跟那开开那开去，嗯，开这叫我们救不了啊，就是说不清楚，对吧？啊，街坊大爷出来了，啊，就没有你们那么淘的。哪儿干这个啊？尤其这俩，好家伙，这俩小玩意儿
怎么能填铁门呢？是不是？别数来了，怎么救啊？这是啊，啊，你说我，啊，你还不救他们呀？是啊，大爷，怎么救啊？对呀、啊，去弄点水一浇就行，弄凉水，凉水不更坏吗？那怎么着？来点温乎水。浇在他俩人舌头上。哦，你看，我都没想到，就他俩人就提前就想到了这个工作，啊！后来我们仨就跑着满出去玩去了，就特别。你不我怎么？你倒把那救我们的过程说一说呀！我怕他们给剪了。你缺德不缺德呀？我们所以说，我们三个人这个交情是你们各位不了解的。哎，交朋友嘛，就这么交出来的。哎呀，这个想想也很开心。嗯，这都是童年趣事。我在我们来讲没有什么有趣的事，因为像这种事儿呢，比如就是舔铁门这个，我记得我们童年时代大约两天，他们俩就舔一回。是啊，这也太不长记性了吧，我们也。他们是为了让我的数学能提高。我以为我们上瘾了呢，喝的呀。一晃这么些年来，我数学也没有怎么提高啊。是，但撒尿啊，但是我们的交情，那是，一直是这么好。哎，对啊，真的，我跟老高真是拿他当我们亲哥哥。那我就虚长几岁，我大一点。啊，那会儿一看谦儿坐着不说话了，啊，我们俩就吓坏了。哦，老大哥不说话，做小兄弟的敢搭茬吗？真有事儿啊！半天试探性的问：“嗯，谦儿哥，嗯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哦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怎么办？”谦儿哥就这馅儿大了。嗯，是我兄弟吗？嚯、哦，是大哥。嗯，您吩咐吧。嗯，你们俩要听我的话，听您的话。嗯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把我搀起来。这么大份呢，一边一个。嗯，搀起来，大哥，搀您去哪儿？嗯，灌肠。哦，你跟大哥说话，我们就听啊。是啊，哎，我们扶着他到医院。到医院？到医院挂号得问呢。嗯，我们大哥灌肠，什么病？不知道什么病，大哥命令必须得听。护士也小孩这个，那你们俩外边那个灌肠的进来吧。嗯，给钱儿。弄到屋里去灌肠，哎，我们在外边等着不放心的，啊啊，好长时间这才出来。出来一看，他都哭了，哭，我想吃油炸灌肠。嗨，哎，我上医院干嘛去呢？让你们俩送我上这儿来了呢？啊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哥仨好的还是像一个人一样，是一个人吗？那是开心呢啊！啊，到后来说相声了，嗯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感谢谦儿哥。您又客气了，没有，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儿，嗯，但是也是最难的。哦，还难，四门功课。哎，说学逗唱，是嘴里得干净，得清楚，能表演还得各种学、嗯、还得能唱。是唱指的是太平歌词，这是本门唱啊，说相声必须要会。嗯，唱两句你们听听好不好？好，这好。哎，好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就算唱完了、嗯、啊，哪儿就唱完了？唱一什么呀？嗯，这儿喊休喜红，那儿喊叫小帆，这俩没有一个是太平歌词。嗯，啊，啊，好好好，哦，啊，还真是有外行。嗯，唱两句你尝尝啊。嗯，夜半惊深了，因为大部分观众好几千人都睡着了，咱别吵醒大家啊。啊，嗯嗯，你听着啊。我得小点声啊，我不能把观众闹醒啊，不合适啊。嗯嗯，转过、行了，没有睡的了啊，你们睡你们那事儿。嗯，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倒我的尘埃，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
倒出来金丹一粒儿，那半边儿红来半边儿白，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不要粒儿，指的是女裙钗。用尽咱这个巧牙关，关下了腰，骷髅骨得命，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，叫了声：“先生，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？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？”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换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。好，一整段这叫太平歌词。哎，就这味儿的啊，一唱起来是这个风味的。嗯，这是我们专业要学的，必须的。你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他的就都是学唱，只有这个叫演唱。是是是啊，你包括什么和声啊、叫卖呀、啊、小曲小调都得学。您说叫卖吆喝，哎，马路上吆喝，现在没有吆喝的了。现在哪有吆喝的？是是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个购买的方式跟过去也不一样了。对呀、啊，啊，你看现在拿手机一扫就花钱了，就电商。你也没想到吧？现在这个技术把小偷这个行业取消了。对，是不是他不能偷你二维码，是不是没有用？嗨，过去啊，你比如说北京城啊，卖菜的、卖这个、卖那个，那个吆喝都是街头一景。哦，你卖包子的，包子的，卖包子过去不也吆喝吗？怎么啊？包菜好卖我的面儿嘞，尝着包，拿着包，尝尝包儿馅儿的呗。啊。这是汉教的包子，哦，哎，贵教清真是另一个味儿了。小伙计儿，回教怎么吆喝？新热的铁里里，包热的里，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。嘿，这小童子音儿，贵教清真，人家这么吆喝，哎，就这些个吆喝，这都是我们的老师，都得学啊。包括小曲小调啊，什么这个各种曲艺曲种啊，我们也得学。还学什么？你看，比如有这么一种窃弦子书，现在也见不着了。窃弦子，哎，有大鼓满了门的打，这个三弦儿就满了门的崩。嗯、有小段儿我就不说，把那大段儿就奉敬命功。昨天我唱的本事啊，本了本的捧功难，还有这么两三段儿啊，没有把它叫得清。窃弦子书，你瞧啊，有点意思。现在这个也没人唱了。这没听过了、啊、你别看这四句啊，啊，这四句是我师父侯耀文先生教我的，哦，摊传授，这是他小的时候听这个北京老艺人唱，他说这四句你把它学会了，哦，啊，我就把它继承下来了。你瞧，你还再没听别人这么唱过，所以您会吗？得跟师父学。嗯、啊，你看有时候他们串闲话，有时候，哎呀，郭德纲拜侯先生，侯先生什么都没教他，不能瞎说啊，慢说我师父还教我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就算没教你，你想一个道理。嗯，唐僧教孙悟空什么了？哦，是不是？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再也没有人说你这泼猴，没人说了。哎，啊，这很重要。嗯、我们这都从小学这个的，都拜师学艺啊。尤其学相声之后，老师们确实对我们很好。嗯，又把我们分别搁在不一样的地儿去学相声，要学唱，学京剧就搁着京剧团。哦，学评戏搁着评剧院。真下功夫，哎，有梆子唱腔送到梆子老师那儿，对，就这段唱你得跟弦儿能唱起来才对。嗯，那会儿我就学这个评戏什么的，嗯，送到评剧院。对，你喜欢评戏，谦儿哥喜欢京剧，对，送到京剧团。是于老师那个人缘，那会儿我们都羡慕都不行了，打小就人缘好嘛。啊，那会儿啊，只要一说，哎呦，谦儿哥一进了京剧院，嗯，就京剧团这帮老头就围上来了，围上来了一大帮老头就喜欢他呀，就有人缘嘛。扫地的王大爷，烧锅炉的赵大爷。啊，拉大幕的孙大爷，做饭的李大爷，就都还有一个唱戏的呀，怎么全是大爷呀？人缘啊，人缘啊。哦，我一上评剧院去，好家伙，青衣花旦，就这帮小姐姐四十来人就把我围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谦儿哥不错，谦儿哥后台的孩子们谁要不会了，谦儿哥愿意给人说。
我倒不保守。哦，谦儿哥给孩子们说戏的时候很可怕。怎么可怕呀？你看我跟徒弟们学生之间，嗯，不会你就练去，嗯，你努力，我顶多你不用功，我不爱看你，嗯，淡你两天，不搭理他，他不行，我呢，好家伙，他真打呀，啊，学生一不听话，于老师，我那花椒木又拿出来了，脚鞭、戒尺，我什么玩意儿都往那儿塞呀。我怎么了我？你这裤腰带上不有一卡子吗？对吧？我穿裤子了吗？你就说不是你孩子们害怕，哇，这就害怕呀！害怕是惊讶呀！家伙，就这教鞭啊，疙里疙瘩，还是花椒木吗？这不是挺好啊？哎，所以说好多孩子，在于老师的督促下吧，啊，都见长。哎，这应该严格一点。你看，包括今天的后台这些徒弟们，岳云鹏是刚才在台上尊敬谦儿大爷这状态，你们也看出来了。我们爷俩关系也好，对不对？嗯、你看栾云平是栾云平喝酒不用菜，那他想想谦儿大爷就喝一杯，拿我下酒呢，是吧？张九南那来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孩子，是于老师教完了，那孩子狗一样的人才。这狗里狗气跟我学的感觉。嗯嗯，您那儿有那个养马场啊？众多牲口都在您那儿啊？哎，对，高九成，啊，高九成大胖子，对，多老实，捧哏那个。他来捧哏，但是现在捧哏他也能站外边唱几段，哦，都是在于老师那儿训练出来的。艺多不压身嘛，不唱他真吓唬你啊，哦、对不对？打，哎，九成，哦、快来，哦，来。过来过来，这站这儿的孩子啊，在学，在咱这儿上学，于老师吓唬过你吗？要是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孩子你怕什么？你直接说你啊，你别捂屁股，没事。啊，没怎么打过我，没怎么打，没怎么打过呀？就一回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就当时就一下我就懵了，就不知道后边事了。你看看，你到今天才行啊。没听说到今天才醒，哎，醒了吗？行了，还没醒呢。不行就拔那花椒木了啊！九成能唱，嗯，唱的还挺好啊。给大伙儿展示一下于老师的教学成果，好不好啊？来来，给大伙儿展。九成，京剧、评剧都行。先来两句评剧，我们听听。评剧，评剧也可以。先来两句，哎，刘伶醉酒那个可以呀，可以。来了刘伶，好酒定难安。好，好，就这种发音位置，就这个半男不女的，这个可不好唱，你知道吗？男的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唱不行，得唱出童音来。童音，这个嗓子，人嗓子是肉的。啊，有的人说这个演员唱的就像两块上等的紫檀木碰击在一起似的，嗯，就说这个甜劲儿，说这个演员不行，这个、演员嗓子就像棉布包着暖气片光光的似的。嗨，说那个演员就像两根花椒木的撞击似的，那就差着了，就差着了，就拿一根，哎，一根啊，花椒木，行了，不重要，就好像这个哎，听完之后观众有的像喝了一杯酒似的这么陶醉，哎。有哎，有的唱观众就像吃了一碗馄饨似的，有的馄饨还没有馄饨，但是嗨，怎么老有这馄饨？不重要。哎，刚才唱的是评剧啊，把那京剧给大伙儿再展示一下。京剧啊，京剧我唱一那个《桑园会》。桑园会秋胡戏妻啊，太棒了！来，还等什么？秋胡大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鞍马铁忙，坐立在吊鞍勇王，见一位大嫂手攀桑，前迎好像罗妇女，后迎好像我街坊，奔当下马将其人，且知啊活人了命，那女醉非常。好，不错不错，先回去休息去吧，回去休息吧。哎，确实不错。好，听出花椒木的味儿了。嗨，没有这个了。哎，这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。
哎，说相声入科之后，学完之后，学会了正唱，就要学山东二黄了。什么叫山东二黄？就是这段桑园会秋胡戏七啊，哎，要用山东方言演唱。那怎么唱啊？哎，我们学的时候都是，哎，一个是学山东方言，啊，一个是学河南方言。哦，都得学。哎，像这出戏呢，有山东的唱法跟河南的唱法。哦，那您给我们学一学这个山东方言。哎，山东的呢，跟这个河南的区别就在于语言的运用和它词汇的排列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你看京剧啊，这是咱们唱的《西皮流水》，秋胡打马本家乡。对了啊，但是这戏在河南戏唱的就不一样了。河南戏怎么唱？哎，河南戏唱的是花折，这什么叫花折？这一句一折啊，就是没折呗。裘大夫催马奔山林，奔山林人臣。对了，行人路上马蹄忙，又改江洋了。俺一曲杨柳像根棍儿，哎嗨，回来杨柳发叉子，哟，紫竹林用木去。里边坐着个小娘们儿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前影好像罗氏女，后影好像我的妻。有心上前把她问，错人民女我是咋的？哎呦，这味儿，这是河南的哦。但是我们在山东二黄里边充分运用了相声的各种表现技巧，是吗？山东话、山东字儿、山东味儿、打嘟噜、土语，什么都有。哦，什么味儿呢？那一唱起来更热闹了。您学一学。哎，秋胡不能唱秋胡啊。那要是秋胡，把这山东味儿出。哎，秋我胡啊，打马是奔那家得里，行也那个路我啥是马不停啊蹄，字音啥加了拼呢，难度一我的音词小，撇加撇也撇复撇莫撇字又撇起呀，在前堂死了别呀，高堂的母啊，在后堂死了别呀，咋得起呀，夫妻门分那别大门里，他看我这个我看他，滴滴点点点点滴滴，这把这的泪悲啼呀，肚子为饭那帮啊，早了饭甩领着，三穿六过就够把这人马要多，我只金花衣呀，坐只在吊啊安呐，永不去管之间那个我只也被责追赶，要外你呀，一霎时无名大火腾空而起，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，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，什么玩意儿？哒哒啦哒滴哒哒啦哒啦滴哒，三国战将勇，手推赵子龙，长坂坡前逞威风。这不大大起大这个大堂，腾个龙灯一见叫色名贵心，楚王爷一见那龙心心，他风撒头戴着五下仙拳蟒袍腰横玉带足，他挑穴左拐在朝里，在朝中响了起家主事上金殿，这个我爸奔那个一奔一奔奔奔八奔走单起。哎，已经到点了，真到点了吗？到点了，本大响个钱将起，别唱了，到点了，怎么到点了？新年快乐，快乐！我还以为啊，唱着唱着龙套上来了呢啊！到点了没有啊？真到点了，行嘞，倒数的机会，太棒了啊！不用倒数了吗？倒数了，没有，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差那么两秒，你知道吗？不能，你下去的时候11:30啊。哦，那来吧，先给大伙拜年吧，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。哎呀，这个他们上来搅和啊，那咱让他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吧，好不好啊？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，倒班来，倒班来。哎，岳云鹏啊，哎，来德云社18年了。哎，马上，哎呦喂，刚18年，十八年啊，刚才17年了啊。对，来吧，给大伙儿表演个小节目吧。大家想听什么？只要我会，过年了，咱大家开开心心。五环，
五环，我们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么些年还听五环，最亲的人，好吧。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辽东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感谢这人间爱，传承了千万年。大家没什么情绪啊，新年快乐。狗子，狗子快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好多人都是狗子的粉丝啊，来吧，给大伙表演一个节目吧。哎，师傅，我不叫两声，这个要求太简单了。师傅，我就不我就随便给大伙唱两句吧，唱的不好听啊。啊，那个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静静的。这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唱的狗里狗气的这是啊？阿炳，你们看看这饼里饼气的。这个新年了，唱一首我的单曲《发财》，饼哥带你发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刚才是不是过去诈骗犯？这单曲呀，这干嘛呢？新年祝福吗？再来两句啊！发财哥，吉时吉日吉如风，这个丰年丰月如丰增，增福增财增长寿，这个寿山寿水寿长生。关键是吐字清楚是吧？哎，嘿，啊，太棒了，表情真好啊！曹浩洋，刚才那个病人是你带来的吗？啊，是是是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来啊，我来一个，这我也没准备，这样我演一个那谁，那张九南刚才没演的节目吧。好好好，汪汪汪，这是一个四眼狗。说说那个孙老师今天准备了啊，孙越，来来来，快来。没想到的事情啊，这个曹浩洋把我节目演了。你演不了那个，你也不像个狗啊。哎呦，给大家拜年拜年。不不，来个绕口令，瘪玻璃棍儿。对。不打不打，来给大家拜年拜年拜年，新年好新年好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回学什么？学个大象啊！不要提他原来的工作啊，学不像了。对，李云杰，快来，给大伙儿学个写字儿。我还挺太这个写字儿。来，我还挺紧张，给您唱段失传曲目，叫《苏三起解》。这可有年头没人听了啊！哎，李云杰在京剧青衣里边是正经有师承的。啊，他是跟杨金明学的。对，这叫师承啊。苏三，还行吧，各位啊，有点干。苏三立了红土鞋，江山爱在大家前来，放开我心，好三国王的句子，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，对于我们三王。差不多得了，哥啊，这么多人。当报花，栾云平，快来，他外号叫栾副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本来情绪刚刚搞起来，我不要让我给闷回去。谢谢大家。啊，这就完了。啊，来，高峰高老师，快来。来到了南泥湾，南泥湾好地方。活不了啊！找了没有？啊，来，孔云龙，老愣来一个，孔愣。瓦蓝蓝的天上飞，老愣。一周年，一周年。还真是啊，这个老愣一周年，去年是在这儿吧？啊啊。侯爷演一个吗？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了就没演过，憋了好些年了。好家伙，叫小帆吧。小帆吧，行吧。我这个郭老师都不会啊，听我这个啊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心中记心间，站立宫门叫小帆，叫小帆，叫小帆，叫小帆。拦着点啊，叫小帆，叫小帆，叫小帆。哎，行。怎么样？好好好好。
好没兄弟嫂了。哎，这回到于老师了啊。新年新气象，对吧？那么多孩子，那么多孩子，您看看有一个吗？啊，来您来您啊。于老师什么来段？哦，大爷，您唱一个，我们只要我们会唱，我们跟着您一起来。你们不会唱？来一个，来一个。不唱不唱，来来来来，于老师，过年了，您怎么了？头也都唱，您要不唱说不过去了。大爷，一个有您俩师兄弟啊，您看啊，连孙胖子。您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我们俩人是丢完了，就差您了。来个正底。好，咱不能全军覆没。老想你狗叫。来，于老师啊。哎呦，你这个没事，您随便。哎，这个咱这样，您一年就唱一回就行。哎，对，嗯，那个我还唱几句《京韵大鼓》吧。可以啊，好吗？可以。嗯，就咱们就两句啊。哎，好。古代列国多奇闻，俞伯牙汉阳抚琴玉知音，巧逢钟子期对答把琴问，意气相投又把香焚。好，吓我一跳啊！谁吓谁一跳？吓我一跳啊！这个反正今儿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，您喜欢谁的也都有。这一年风风雨雨的走过来了，其实是得亏了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啊。这个时值年终岁末，这场跨年咱是演完了，咱们期待之后的封箱吧啊。嗯，你们今儿演，你们散了别走，就在门口等着。嗨，等着封箱开票啊，等着封呢那个。那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给观众唱一个吧，好吗？好，好嘞，来往前站啊。嗯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。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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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一心赶考，够奔东京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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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走过三里。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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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桃花殿前出美酒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！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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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花美酒美，留也留不住啊。听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哎哎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每个热爱正在热播。